昨天吃的饺子，今天啥也没有。但是这两天我不太想正经吃饭，你知道吗？正经做饭。等我再想想。吃点啥好呢？烤火将放平，夜色无敌，我用这个风，我用最后一口，为你为我掉眼泪，独拾起苦痛。这是远征到我这儿还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？三哥这会儿上班呢吧？好的，今天韩妹应该是往回走了吧。说的五号，哎呀，大哥们和主播怎么都那么拧巴呢？
拉黑呢？是拉黑人家吧？我是说，直播间没大哥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没人跟你拧吧。他拉黑我，不会造成思想上的困扰。那天他在我直播间，你们俩不是好了吗？哎，郁闷，没事儿。刚才也过来一个人家家的大哥，也是天天跟我说这些啊，我又离开他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这那的啊，那就让他静一静。给彼此留一点空间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吧，有些事儿，反正就是随遇而安吧。走到哪儿算哪儿，一个人两个人的缘分在哪儿起在哪儿落，不是咱能控制的。虽然说的很，说的都是真理，但也是废话。我自己说完我都觉得这不是废话吗？对，话这样说，但是很难人去做到这么理智。毕竟付出了感情，不是那个说收就能收回来。就算未确认，我亦构想过程，泪水与此刻很安静。他只喜欢当旁听，不甘心的爱，但是无人来决定。说话未曾讲，孤独心声。那下次别刷礼物了，你们俩的操作真的很奇怪。你刷哪些礼物啊？不会是我以为是在我直播间刷的。主播吧，咋说呢，这代表一个大哥就是心里面已经没有他了，就只有赌博。他只喜欢当旁听，不甘心的爱，但是无人来决定。他可能觉得我曾经我的大哥，那你说我心里没有他？不是，我没有这么说，就是他有可能会这样想。哥，你哥快别给我哭了。对，所以你们之间可能相互伤害的时候，你也有伤害到他，他隐忍的地方。他可能就是抓住了这个某一个点。其实你感情上面，现在来说，你还是觉得他很好的。希望你在意。有时候拉黑吧，是
更在意，来看看我，我有生气了，就是这样的事儿。我靠什么？我穿什么？呀，这个歌什么？不在意吗？具体咱不好说，但是大部分时候就是在意，啊，就是那种。这句话都说不上，然后三哥这个东西吧，毕竟我和他也是朋友，朋友的朋友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不能完全站在你的角度说，也不能完全站在他的角度说，所以吧，就其实是
我被憋着说话，我也挺难受。是陌生又亲切，当我放下所有爱，是如此的强烈。当你离开我的世界，带走我一切，瘫坐在街角路旁，显得太美。那你就去跟他问一问，是吧？问一问，等他直播了，你问他是什么意思，是吧？咱俩这事儿。那你就给我拉黑了，怎么算了？那你就私信说，私信也说不了，是吧？三哥，你也需要时间缓一缓吧。说太多呢，是吧？嗯，能不能站在我们的角度，我们不能禁言，懂不懂？尽兴的禁。当我走向那条街，是无声的告别。而且人家家的事儿啊，有时候一掺和。话我跟他的交流也很少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韩妹是怎么想的。我要是萌萌似的吧，就还能说，因为我了解更多一点。现在我是话多了话少了，轻了重了。我知道，哪怕是劝你，我们都无从下嘴。就是劝谁都无从下嘴。我就在想，我知道，也替大哥着急，但是吧，你说我们也是，就用你的话说，你说他各方面咱沟通不上，你也只能说来我直播间去等一等他，然后呢又好多话又不方便说，有好多话呢不方便在直播间说。什么怎么个情况，让他说一下。那就让感情一直就先这么待。
那个漩涡里面能不能走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三哥，我跟你说，这要是没说，我说啥我都不方便说，没法说。我知道。
稍微有一点点缓解吗？说实话大哥，其实我也是，我也会觉得有事说事儿是吧，啥事寻求一个敞敞亮亮的明明白白的，这个我是赞同的。该怎么去做，要怎样的结果？你知道我们这个角度吧，也只能让大哥缓一缓，别的我们没有办法说。问题是你现在能取舍，你又说爱我比他多，难道你这样说，难道你这样做就是唯一结果？你想好怎么对他说，说你心里面想的是我，我还是选择更大的第三者，还是选择改变结果？你想好怎么对他说，说你心里面爱的是我，我的时间是把这一切。